嗨，你好吗？我是龚俊。听说当人感到快乐的时候，时间就会过得特别快。翻看了日历，才发现我们即将迎来与乐扣乐扣相遇的第365天。在找寻专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路上，旅程却过得非常充实。记得在厨房打卡美食的愉悦满足，在办公室喝到冰咖啡的元气满满，在健身房挥汗后的畅快痛饮，在旷野晴空下露营时的举杯开怀。我们的这一年被一段段趣味和回忆填满。纪念日的这一天，希望你举起相机，把与我与乐扣乐扣的过去和现在一同记录下来，续写我们的故事。别忘了带上我为你们准备的礼物，丽丽保温杯。当生活需要乐趣，它会立刻为你注入信心和勇气，让未来的每一天都如同今天一样值得纪念。